嗯，我也要吃。你让嫂子在那儿做吧。嗯，来了来了，来。哎呦，快烧菜了。那是。吃吧。嗯。嗯。正义，嗯，与其你这么瞎忙活，你还不在嫂子这儿打个小工算了。我跟你说，嫂子，这两天我都投出100多份简历了啊，我就不信碰不着一家开眼的。 哎，嫂子，给你想一招吧，你就把你的简历在咱们店里贴着，谁要看上你，谁给你联系不就行了吗？也不用你自己瞎跑了。哎，你这主意好，咱俩就是来你们这儿吃饭人挺不齐用，真的。我告诉你，开宝马奔驰来我们这店吃碗葱花面的也不是没有，嫂子我经常见。那是，那时候开宝马奔驰的司机哈。我妈刚才打电话来说，想让咱俩回去吃个饭，然后商量一下结婚的事儿。啊，我晚上有点事儿，我就不去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去加个班嘛。你自己去吧，有什么事儿？我妈让咱俩一起回去，你让我自己一个人回去了，她怎么想啊？哎，我不就是加个班，也没干别的。哎，她不会那么想啊。上班的时候不上班，下班了你又要加班，你成心是不是？我成什么心啊？ 我加班我还加出错来了，你要对我有意见，你就直接说。你老用这种消极态度对我，我怎么用消极态度对你了？你不就嫌我老说你去看赵振国吗？我告诉你，在赵振国的问题上，我已经够宽宏大量的了。如果赵振国有一天醒了，摆在你面前的就是两个女人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他。你选择谁？ 这在学校还好吧？不穿不就得了呗？这在家怎么办呀？挡不住啊！喂，你看，你过来，我看看，还行吧？就当个休闲服穿了，挺好玩的。得了吧，要穿你穿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要是能替你生孩子，我肯定替你把这穿了。哎，但是你别说啊，我看看我穿上我估计也挺逗的，你看，哎，到时候我穿上我就这样，行了吧你。 不，他能挡辐射吗？啊！那个，要不然明天就跟我妈说，这孩子流产了吧？不行，你不跟你说了，你妈非得弄死我。我跟你说，哎，喵，没事吧？没呢。哎呦，我跟你说什么呢？我跟你说什么？怎么就不听？我不是让你在家也要穿吗？在家里，在单位就穿那一件吗？怎么这样？穿穿。 哎，气死我了！你什么事儿啊？我算了一下，这个孩子该2个月了吧？你看还没写怀呢，你就跟我一样，我怀你的时候都3个月了，单位里的人还让我去跑步呢，是吧？所以啊，我从网上给你们弄了些资料下来，听着啊，妊娠期间不宜过性生活。妈，您这都什么呀？什么什么呀？ 前3个月和后3个月，那都是危险期。正义，我听你们一边贴一张。正义，正义，跟你说话呢，听着。你听着，我听着，每天睡觉以前给我念3遍。要不然的话，我让你们两个分房睡。我知道了，妈，我知道。妈，早点睡去吧，挺晚的。正义，正义，正义，我记住了，3条，3条。 好孩子，妈妈，妈，给我睡吧。妈妈，晚安。晚安，妈妈。哼。完了，流产计划也流产了。 那咱们俩怎么办呀？要不就直接跟我妈实话实说了吧。说了，我小命肯定不保。啊，那就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呀？抓紧时间，赶紧怀上。靠谱。
咱们现在学校里人全都走了，是吧？没人了。哎，那个，您今天见着小丁老师了吗？没注意。啊，那他来上班了吗？不是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妈，爸，哎，等会儿。哎，这方文没回来啊？你不是接他去了吗？不是，我是去接他去了，他没在学校，我还以为他回来了呢。他不在学校在哪里啊？我不知道啊，我给他打手机他也没接。哎呀，也许有事儿，先吃啊。妈，吃。上班的人还没回来，咱们在家闲着的人着什么急呀？不是你这都不知道上哪儿去了，你这等什么时候的？那去找啊。你说上哪儿找去？你不知道在哪儿都。这么大人了，就丢不了，找呗。这不是丢得了丢不了的问题，那是个态度问题。妈，我去找吧。爸，你们先吃。你干这是干嘛呀？你这没事找事儿吗？什么叫找事完事儿的？你没看见他那个态度？找自己的老婆还这么心不甘情不愿的呀？你太咄咄逼人了！我怎么叫做我咄咄逼人呢？他一分钱不挣，让挺着一个大肚子的老婆把他这么供着，他就不应该对咱们女儿好一点点。你呀，你这不是帮方文，你这害方文呢！丁老师。这点钱是这个月的家教费，你先拿着。这不合适吧？我才给孩子上了三节课。丁老师，有个私人问题，我想问您一下。你说。您的母亲是不是姓方？而且以前是电厂的人事科长。是啊，那是我妈妈，方阿琴。真是这样？那既然是方阿琴的女儿，这些钱你必须拿着。为什么？我不明白。从明天开始，你不用再来了。你被解聘了，这些钱算是违约金。为什么？是我教的不好吗？啊，不是，孩子说你教的挺好的，可是我现在不敢用你了。孩子成绩的好坏，我并不在意。我在意的是孩子的人品。你既然是方阿琴的女儿，我怕我的儿子会在你身上会学到方阿琴的尖酸刻薄和自以为是。再见。你怎么没接啊？没事儿。不是不是，你干嘛去了？没事儿。哎，你在节目里总埋汰小三儿，我听着可不舒服。那你是同情小三儿呢，还是喜欢小三儿？我既不是同情，也不是喜欢，我自己就是小三儿。不过我已经扶正了。那我恭喜你。有句话不知道你听说没听说过。什么话？社会疯狂了，绵羊开始吃狼了，老鼠和猫上床了，接下来还要听吗？你说，我听着。
小三儿可以见光了。哼，像你这种男人，就只会对着话筒骂小三儿，离了话筒又找小三儿。这位扶正的小三儿，我想提醒你一下，既然已经扶正了，就应该学会换位思考，别忘了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再见，听众朋友们。刚才这位女士的话，让我非常震惊。说实话，我替她感到脸红。是的，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。围城里的夫妻，如果自己不发生内讧，小三儿们是没有机会的。好，让我们接通下一位听众。方文，方文。哎，你上哪去了？哎，你手机怎么不开呀？哎，怎么了你这孩子？老板，他怎么了？我哪知道啊？是不是你有欺负他们？我哪有？你哪有？你没有欺负他，他怎么可能是红着眼眶子回来的呢？哎，妈，我真不知道。我刚才回来的时候，路上我问了他半天，他又不说，他都。那就有问题了。你是她的丈夫，她什么话都不想跟你说，你不觉得你有问题吗？妈，我怎么我说错了吗？是你错了。我在外边教课教的好好的，人家把我给开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因为人家怕人家孩子沾染上你这种坏毛病。你知道外边人家都怎么说你吗？人家说你尖酸，说你刻薄，说你自以为是，就是因为你，你别以为你在家里这样，你知道你在外边名声都臭透了。那是他胡说八道，人家没胡说八道，人在你手下干了五年，你就一句工作不胜任就把人家开了，你这么着合适吗？怎么叫合适吗？我告诉你，你妈我年年都是优秀共产党员，我这叫对工作极其负责任。你就是优秀共产党员里那极少数的一份子。凤儿，别说了，行不行？求求你了啊！你别劝他，你让他说，你让他说下去。不是妈，你什么妈妈妈的？你别在我面前装什么好人。他就是因为你才跑出去当家教的，不是因为你他能遇上那个混蛋吗？不是因为你他敢在外面。行了，这事儿跟张毅没关系。行，赶快回屋里去，快去。哎，不，别生气了啊，妈。行，妈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啊。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你告诉我怎么了？我含辛茹苦的把他拉扯大，居然在他的心目当中，我是这么样一个形象。不是，我这话赶话不气头上吗？说的，我告诉你。她现在是怀孕再生，我拿她没有办法。她如果没有怀孕的话，我立马把她赶出去。不是，我让她在外面过一过，自己过日子的苦。你真把她赶出去了，你不是更操心吗？我怎么操心了？我凭什么？我当这个玩意儿被她这么骂呀？我凭什么？我凭什么？不生气啊！喂，你好。喂，郑大老师，首先声明我不是小三儿。和你一样，我也不太喜欢小三儿。但是，我更讨厌那种把老婆当白米饭、把情人当盘菜的男人。这样的男人现在可很多。那我替天下所有的有夫之妇向你表示感谢。能够听得出来，这位女士是一位有非凡洞察力的女士，能够很清楚地洞察男人的心态。我喜欢和聪明的人交流，请继续。这男人啊，饿了的时候就要吃白米饭，但是吃饱了呢，却从来不评价老婆这碗饭好不好吃。他们更在意的是情人这盘菜好不好看。这样的男人现在还挺多的吧？很经典，入木三分。你先别急着表扬我，像我这样的女人现在也糊涂了。我遇到了一个男人，这个男人
睁眼也是他，闭眼也是他。公司的财务让我签字，可我满脑子都是他，就签了他的名字。郑大老师，你说我这是怎么了？你爱上他了。好了，哭得跟个小花猫似的。啊，来，听我跟你说，以后挣钱的事啊，不用你操心。啊，这本来这个事儿就应该是我来管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再说了，钱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挣完的，对不对？那你哥摆婚宴的钱还没还他呢。那还有郑果看病，这不都是钱吗？没事，我有办法。啊，那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跟你一起想办法。谢谢你，亲爱的。我觉得吧，我觉得今天你跟妈说话有点过分，真的，我觉得你不应该那么跟她说。外人怎么说那是外人的事儿，对不对？那可是那毕竟是咱妈呀，你觉得呢？这样，听我的啊，一会儿呢，去给妈道个歉，好不好？我不去。你不听话了又是不是？你忘了？你原来怎么答应过我的啊？大事我做主，小事你做主，那这就是大事，那你得听我的。好了，听我的，听我的，好不好？我是爱上他了，可是他对我好像无动于衷啊。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勇敢的去爱，姑娘。勇者脚下都是路，智者知道选择哪一条路。我想把你刚才说的话稍加改动，也许对你会有帮助。婚姻或许是白米饭，但是追求绝对是盘菜。当我们慢慢老去，到了夕阳红这个年龄段的时候，我们还有这样一盘菜可以去想，或许我们是幸福的。可是他是个结过婚的男人。结过婚，说明他现在还是单身。去爱，勇敢地抓住这个机会，不要放手。嗯，郑大老师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如果你遇到一个这样爱你的女人，你会怎么办呢？我是一个已婚人士，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。不过既然你问了，我愿意把我的直觉告诉你。没事，去啊！我刚才怎么跟你说的？啊，没事的。来，看着我，乐。这就对了，走。哎，谁呀？爸。哎，什么事情？我想跟我妈说说话。我睡了。啊，妈，那个刚才芳儿跟我说，她刚才不应该那么跟您说话，她想过来跟您说声对不起。您看，那您早点休息啊。比方说电视，所有的电视不管什么牌子，他们接收的信号都是一样的，播出的频道也是一样的，
既然都是一样的，我为什么要换电视呢？不知道我这个回答你是否满意？总算说了句人话。如果你这台遥控器已经不能遥控你老婆那台电视机了，又或者说你的这个遥控器跟你老婆那个已经不匹配了，那你该怎么办呢？这么说吧，如果我享受看电视的过程，很简单，我会换电视，我会换一个大电视，好看的电视，功能多的电视。但是如果我不享受这个过程，我宁愿留着这台老电视，哪怕把它当成一个摆设。放屁！还有一点，我是做广播节目的主持人，我对电视不感兴趣。赵正大，你的底线不过如此吗？纵向流动的管道是否还顺畅？寒门裸贞男装贵子这一系列现象引起思考。中国农业大学招聘主任周旭峰还没睡呢。遥控器坏了，我看呢他还能不能指挥这电视。是不是遥控器电池没电了？赵正大，我问你，咱家谁是电视，谁是遥控器？你无聊不无聊？我怎么无聊了？你在广播里，你说的兴致勃勃的，怎么回家就无聊了？咱们家呀，遥控器和电视它型号不统一，早就不匹配了。你就是那破电视！我们喝的这款酒叫玛格丽特。玛格丽特，有什么故事吗？关于这款酒，有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。这款酒，在1949年的时候，曾获得全美的鸡尾酒冠军。它的设计师是一个洛杉矶的叫简·杜雷萨的人，他当时和他的爱人玛格丽特出去狩猎时，玛格丽特不幸被榴弹击中，死在他怀里。他为了纪念他的爱人，制造出了这款酒，所以这款酒中加盐，也是因为玛格丽特生前特别喜欢吃咸的食物。玛格丽特这款酒主要是以龙舌兰、橙酒、青柠等果汁调制而成的。龙舌兰是一种产于亚热带地区的烈酒，所以我们刚入口的时候会感受到一种
很浓烈的烈酒的味道，但随即又被清明的温柔所冲淡，最后我们还能体会到一种淡淡的橙子的味道。这种感觉就好像玛格丽特和简·杜蕾萨的爱情一样，热烈而又充满着淡淡的哀思。故事不错，比酒好，只是我听不懂。你能不能别装得那么俗啊？我就很俗，我都觉得对不起这酒。好，那我们直奔主题。郑大，你说的没错，恋爱中的女人总喜欢把谎言当真实，但我喜欢这种赤裸裸的谎言。就像你，我想来想去还是放不下你，我需要这种真实。我们是两种人，就像这个玛格丽特，你喝着觉得它浪漫，我喝着觉得浪费，我们之间不会有结果。你没试过，怎么知道不会有结果？你能告诉我吗？你现在跟周雨晴耗在一起，是为了什么？不知道，没有答案。我可以告诉你答案，因为我就是你的答案。周雨晴对我来说是亲人，她是我孩子的妈妈，亲人你懂吗？我知道，是你不知道。爱情是爱情，亲情是亲情，你应该分得开。你是一个感情专家，你不会不知道。很多东西是分不开的，就像这个鸡尾酒，如何把它分开？感情也一样。我想，你也不希望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吧？走吧。时间不早了，你先走吧，我一会儿就走。不是说你怀孕了吗？怀孕了还要卫生巾干什么？
怀晚怀不都一样吗？当然不一样了。你要是没有怀孕，我不会让你跟他结婚的，你知道吗？告诉我，是不是他赵仁义出的坏主意？不是，真是因为当时您老逼着我去相亲，我是相烦了，我相怕了，才想出这么一个办法。看着我的眼睛，是不是已经忘了妈妈是干什么的？我告诉你，你只要眼珠子这么转一转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少为你赵真义给我挡什么子弹！这真是我的主意。你的主意，你有进步了。你真的要是能出这样的主意，还用得着我为你操心吗？亏得我是明察秋毫，把你们弄到家里来住，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还干这种荒唐的事情。不是您想的那种人。你还在替他说话呢？你是跟他亲还是跟我亲呢？我这么告诉你吧，这个世界上妈是你永远的妈，但是这个丈夫未必是你永远的丈夫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说的是实话，实话是不中听的。你就老戴着有色眼镜看他。没错，我就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他。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，他要想在城里站住脚，他除了勤奋以外就得有信仰，要不然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他早就卷着铺盖卷跟着爸爸到农村去种地去了。但是我提醒你，你告诉他，不要把这种心眼用在我们家人的身上，要不然你这一辈子就够你受的。妈，别生气了，他也不会给我使什么坏心眼的。你看他对他妹妹都那么好，对我能坏到哪去啊？他回来以后，请你告诉他，别在外面瞎跑。我们的邻居、我的同事都知道你已经怀孕有孩子了，现在突然说你们的孩子又没了，你们不要脸，你妈还要这张老脸呢。还有一件事情我得告诉你，如果将来有了孩子的话，孩子就得跟着你姓。好吧，这有什么不好的？他赵振大已经让他们赵家有后了。他赵振义是穿着裤衩背心一穷二白跑到我们家里来的，他应该有这么一点点奉献精神。再说现在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孩子生下来就一定要跟父亲姓，是没有明文规定。那按您的意思，这孩子生下来还能姓您的姓？姓我的姓又怎么了？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拉扯大，跟我姓你觉得委屈了？还没睡呢。妈，妈，您起这么早啊？还没吃饭呢吧？我去给您准备早饭啊。赵正义，你不想跟我解释点什么吗？对不起，妈。我女儿大好的人生就是被你骗的，偏离了轨道，你知道不？你。哎，这不是又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吵什么呀？大清早的。怎么是又怎么了？他们合着伙来骗婚，我气得一晚上坐在这儿没睡觉。不是，他们不是已经结婚了吗？哎，赶快收拾收拾，吃饭，豆浆都凉了啊！哎呀呀，吃吃吃！你怎么就知道吃啊？为什么在这个家里没有人知道是非曲直？不是，阿琴呐，你说咱们家又不是人大，又不是政协的，又那么民主，又不用选举，你还是妈，我还是爸呀？不是，哎。哎，阿琴，
你说你们干的好事，是欠火候。对不起，爸。对得起我们，对不起都没关系啊，你得对得起方文。贴完你就往我这上面贴，你说干什么呢？哪个是你刚贴完的呀？这不是我刚贴完的吗？我哪知道哪个是你刚贴完的呀？你眼睛揣兜了吗？眼睛揣兜了？你眼睛揣兜了？你会不会贴你？你会不会贴？我贴了怎么了？这啥呀？这都贴我这上面了啊？你凭什么撕我的呀？不是，哎，你特意找茬是不是？你推谁呀？你推谁？你说我推谁呀？啊？16年了，可是我从来也没听说过俩人在一块儿喝酒不为别的就为打架。有时间啊，你劝劝。我总感觉他心里好像有些个委屈。啊，好吧，那行，王叔，麻烦你啊。好，再见啊，小伙子啊。正义啊，以后再想挨打，不用麻烦别人，啊，我就行。这么高兴？没事，我瞎看呢。我呀，以后争取天天这么高兴，好不好？玩去吧，去。